你们看一下，这是上次我妈发脾气的那一次做的那个红薯粉，还是有一点了，有一顿哦。有。可能有两顿，妈妈，不止一顿。它现在沉淀好了之后还可以。嗯。有一点点。妈妈这个脾气发的还可以。当当当当，你猜我拿的什么？猪肉。今天我们要灌香肠。对，昨天我们去买那个，买了小肠跟那个猪肉，今天灌香肠。这个牛肉哎，灌牛肉香肠吗？嗯，你吃得起吗？我吃不起。55块钱一斤，60块钱一斤的牛肉。要灌香肠了，我们昨天忘记买五香粉了。然后我妈说去婶婶家借一下，她那里还有工具，说更快也借一下。妈妈在打电话，妈妈不接，她不接，完蛋了。叫你买些个，做灌香肠哦，机子啊，把你机子加。还叫你买些不香，买些么子灌香肠的哇？我说买些萝卜，帮你买香点个的。睡了10分钟又醒了，你怎么回事？你睡10分钟？他现在都是这样子睡觉的，除了晚上睡得久一点。你看你嘴巴，你吃的啥呀？没洗干净了。嗯，我擦一下，我擦一下，把你擦一擦嘴巴。宝宝，哎，我们家宝宝最爱笑了。他是遗传了我，我也是爱笑。你只要逗一下他，他就笑了。现在妈妈开始切肉了，然后婶婶的电话打通了，婶婶在家给我们拿香料出来。你看我宝宝好开心。你这么开心干嘛呀？开心的不得了。婶婶给我们把这个来了，香料和那个灌香肠的工具。妈妈，幸好还有婶婶那里有，不然我们今天的香肠就没得吃了。不然我们就只能灌一个原味香肠。对啊，放点盐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对。然后吃一点，原汁原味。现在这个灌香肠的肉我们已经切好了，佐料都放好了。现在拌一下就可以开始灌了。等一下，我们用一下它那个灌香肠的神器，看好不好用啊？跟你说，我已经在想象香肠有吃什么味道了。怎么了？流口水了。这个做一下，做起来最起码得20天才能吃。要20天吗？不用那么久吧？你熏的话可能快一点。我觉得，那我觉得一个星期我就要吃了。婶婶拿过来的这个灌香肠的神器，速度确实快很多，一会儿就灌了那么多了。他这个直接把肉放里面，直接压上来，比人工的话还快一点。这个肉把从那个口里面挤出来，一下就可以了。宝宝，对你，不理我，宝宝。关了半个小时，关那么多了，其实看起来也没多少，10斤肉。灌了就这么点，现在这里还剩这么点点，这个小肠还剩那么多，我买了一副小肠，下次灌。这一副小肠估计可以灌50斤肉。他要灌你50斤肉的泡沫纸肉。现在做好了，给它晾起来，晾干。妈妈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香肠做早了。怎么了？这么一点点，到过年早被我吃完了。你这个好吃懒做的人。好吃懒做。怎么
吃懒做嘞？就吃，不做哦。这不在做吗？一下就吃完了，吃完了我们又做哎。嗯，好。这确实也没多少啊。对。就十斤肉挂上去，就剩一点点的。摁个屁！你这么开心干嘛？你想吃啊？啊？